今天在直播间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，李佳琦身上的羽毛都是所有女生一片一片赋予我的，对不起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我会静下心来深刻反思要怎么样做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女生。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旺旺，我们今天的主场产品。79块钱哪里贵了？79，你要不要帮我换？有的时候找自己原因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公司倒霉账，我没有认真工作，好不好？今天在直播间，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，对不起。李佳琦身上的羽毛都是所有女生一片一片赋予我的，对不起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我会静下心来深刻反思要怎么样做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女生。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旺旺，我们今天的主场产品。来把镜头转过来哦。